我与战友驾驶战机战斗起飞，前出海岛周边，我们随时准备战斗。我与战友驾驶战机战斗起飞，前出海岛周边，我们随时准备战斗。正与空中兵力联合开展海上封锁、对空拦截等特务训练，发挥海空协同立体风控实战能力。战区组织督军兵种部队，成体系、全要素展开，进行联合风控、对海突击、对陆打击、制空作战等多科目针对性演练和精导武器的实弹射击。